我家钢镚好像生病了，以前上楼梯和阳台都如履平地的他，现在平地上都会出现腿脚抽搐、站不住的情况。平时总是无精打采地坐在地上，看到我会眼含着泪跳向我，总想跳出笼子看看，甚至拦都拦不住。有时候就像身上长虱子了一样疯狂地挠身，身体经常发抖，不喝水，疯狂地吃最爱的水果流汗。我想他可能是想把握住最后的生命，去珍惜爱他的人和他爱的事物。我找的全是最好的宠物医生，终于查明了原因。他妈的，宠物饮水机漏电，操！